好，我们接下来要带你掌握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我们用 Google Trends 的搜寻引擎带你来搜搜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在我后头的是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我们请这个子欣帮大家分析。好，美国热搜关键字呢，就是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队的王牌投手薛泽。那他呢，其实最近蛮常登上这个新闻版面的啦，主要还是因为他在29号的比赛结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是有提到说他非常对于高层决定要去交易这个他们队上的终结者罗伯森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他当初是来说他会想要跟这个球队的高层来讨论一下整个队伍的前景哦。哎，结果没想到隔天呐、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官网就有报道指出说这个这个薛泽他本人好像也是被交易的对象之一哦，而且他接下来呢有可能是会转战这个德州的游骑兵队。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啊，其实薛泽也他好像也是已经选择放弃了这个不可交易条款，所以等于这个整个成交应该已经算是已经定局了啦。所以这会成为了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没错。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关键字跟前面有一点关系哦，就是普卿啊。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天这个俄非峰会正在这个圣彼得堡举行哦，不过乌俄战争还是持续开打，已经是523天了哦。这个停战好像看不到一个终结，对不对？好，但是非洲的各国领袖在会议上面是有要求要采取一些非洲的和平倡议跟乌克兰和谈哦。我们刚刚讲了嘛，普京说，乌克兰在反攻，他们没有停火，我们也没有理由停火，这种恐怕也是一种借口啦。好，不过泽伦斯基哦也是拒绝立刻停火，因为这可能会使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将近1/5的这个领土有让给俄罗斯的机会哦，所以这个可能泽伦斯基要收复更多之后才会有可能和谈哦。是，好，但是我看到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有说，乌军可能在很快就会进入2014年遭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所以是不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克里米亚半岛都是乌克兰的一个大目标？没错，所以他说很快，不知道很快是多久。不过我们之前从春季反攻到夏季反攻好像也耽误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所以很快有可能也是2个月到半年吧。没错，对，所以还是要看天气跟这个乌克兰的兵力的影响啦。哦，也是因为冬天可能不好打，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哦。所以这个是英国的热搜话题。好，那日本的热搜关键字呢，其实也是跟体育有关的，就是西班牙足球的西甲大战啦。那这个西甲的巴塞隆纳跟皇家马德里呢是上周在美国进行了他们的季前热身赛哦。不过这场比赛上面其实是由巴塞隆纳最终以3-0拿下胜利。可是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这个皇家马德里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重伤啦，因为自从他们的这个得分主将本泽马离开队伍之后呢，对于他们队上好像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他的这个得分的选手。因为从当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虽然说皇家马德里是总共有29次的射门次数，那相较于巴塞隆纳只有12次，是多了整整一倍哦。对，可是可以看到最后竟然是连1分都没有得，所以说整个状况来看的话是非常的不利啦。对，所以这个成为日本热搜，大家很关心体育赛事。你看刚刚第一个也是体育嘛，美国这边，所以体育还是这个世界共同的语言吼。好，我们再来看南韩哦，南韩的热搜话题也是体育的赛事，是女足世界杯哦。我觉得这跟韩国有关，原因是因为韩国跟摩洛哥两队来较战哦，他们是2023年在澳洲举行的女足世界杯 H 组的比赛，30号南韩是对上了摩洛哥队，那两组呢都在为首场胜利奋战哦。好，那最后是谁赢得呢？是摩洛哥是1-0气走南韩哦。不过呢，这一场关键的赛事还是有2项说什么历史哦。那因为就是摩洛哥这边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来看哦，其实包含是摩洛哥的前锋吉尔迪哦，他在上半场第6分钟率先攻入一球，成为这场比赛唯一的进球，所以他说这颗进球是获得了这个缔造摩洛哥女足的历史。然后呢，因为国际足球总会哦，有将近10年前有解除足球员不得穿戴穆斯林头巾西甲布的禁令哦。但是他们那一场上面有一个25岁的摩洛哥后卫本奇纳，他在场上就戴着这个西甲布，
这也是创下了世界杯女足的首例哦，所以本吉娜的名字还会被载入史册哦。这意思就是说，其实过去可能就有讲说不能戴这个西甲布的头巾，对，但后来十年前呢、啊，已经有解除这样子的这个限制了。嗯，那这十年来可见都没有人戴。那现在这一名25岁的这个本奇娜就戴了这个头巾，所以开了先例，大家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所以就成为了南韩的热搜。对，不过我知道南韩人应该还是关注他们这个队伍。对啊，不过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虽然说现在是这个女足世界杯嘛，但是整个感觉大家的讨论度对比之前的这个男足的世界杯讨论度是差的非常的多。对，我觉得还会是有一点点就是性别上面的刺激感吧。对，大家会觉得好像女足好像相对来说没有这么样的精彩。对，那也有可能真的是体力，因为女生的体力可能不比男性哦，所以在那个激烈的这个较劲的过程可能也没有到那么的激烈啦、所以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落差。不过不管男生女生都好，就是比赛运动家精神才是最为被大家认可的。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香港。好，香港热搜关键字第一名呢，就是这个俏英教育。那俏英教育其实是当地一家的补教机构，那在全香港呢，总共是有5家的教育中心哦。结果他们在29号当天啊，是无预警的在社群平台上面宣布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任务，然后就倒闭吗？对，就把这个在香港里面的5家教育中心全部都一口气关闭哦。就是倒闭吗？对，那这个还要写完成历史性任务？对，就讲的好像是非常伟大一样。不过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是让非常多的家长很惊讶，因为很多人是才刚缴完学费不久，连课都还没有上，就发现怎么补习班就关了，那钱当然是拿不回来。虽然说他们在这个他们在公告上面是有提到说会把学生的一些奖状还有证书寄还给家长，但是对于这个退费到底要怎么退是只字不提哦，所以很多家长就是觉得非常的生气啊，而且受害人数是有超过400人。那这些家长其实也自己组了一个就是苦主的群组，自救队，对，自救队，然后就在这些群组里面分享说大家彼此的经验是怎么样。那现在的香港的这个消费者委员会还有警方其实都也是已经接获了相关的投诉。对，所以这个真的跟钱有关，民生消费的一种感觉会像是一种骗局。对，而且在台湾其实好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有补教机构非常临时的倒闭，导致说就是学生的这些学费都拿不回来。对，我觉得补教机构还好，我觉得台湾比较常发生是会有卖餐券的餐厅，对，也很容易会马上就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掉就倒闭了。是，还有健身房，我们有健身房子，所以真的很特别小心。嗯，好，我们来看台湾，台湾的热搜话题我觉得比较特别，我们是关注日本的一个大胃王。大胃王，对，日本的大胃王，他叫做高桥之城。是，好，这高桥之城应该蛮多人知道他，因为你看他的照片真的是蛮漂亮的哦，这么纤细的女生，结果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胃，真的很厉害哦。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之前有一名也是大胃王哦，他是日本综艺节目《火力全开大胃王》爆红的一个日本女大胃王，他叫做菅原初代。是，那他在3月的时候因为大肠癌离世，很多粉丝都很震惊，就没想到在最近这个女大胃王，她叫做高桥之城，她也过世哦。不过是另外一个大胃王，她叫萌新，好多名字哦，萌新。她透过 Twitter 宣布说，这个高桥之城是她的伙伴，在21号的时候过世。你知道她过世的年纪多轻吗？他才30，30岁，感觉人生才正要开始的，30而立嘛，对不对？结果他已经离开人世了。那对方的母亲希望萌新能够告知大家，就是他的死讯哦。好，那当然，他们说这个高桥在2022年11月的时候，曾经就在社群媒体上面 po 过住院的照片哦，好像透露说他的脊椎压迫到这个骨折住院哦，还有厌食症的倾向，甚至肝脏的相关指数还超标了40倍，所以当时蛮多粉丝就已经蛮担心他会不会有后续状况，就没想到这个离世的消息这么的突然，而且他只有30岁哦，但是因为这个蛮漂亮的嘛，然后又这个反差很大，对，身材纤细，但是可以吃这么多的东西。好，但是因为在日本大胃王圈活跃的两人哦，在今年都相继离世，所以确实大家都蛮震惊的，这就成为台湾的热搜，而且还是第一名热搜，可见他在台湾是有一些粉丝存在的，所以这提供给大家这个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那新加坡热搜关键字呢是跟这个娱乐有关的，就是在去年奥斯卡震惊全球的这个威尔史密斯啊。那他其实在去年在奥斯卡事件之后，虽然说是不止一次的公开跟这个当初的苦主克里斯洛克道歉，但是他其实现在形象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啊。那很多公开活动也是都陆续的取消。不过他最近登上这个新加坡热搜话题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也跟好莱坞的罢工行动有关，因为他在最近呢就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发文表示说，他自己也身为是这个演员工会的其中一份子，那他呢对于整个好莱坞的罢工潮也是非常的力挺。那他提到说，现在好莱坞的罢工潮，其实不只是对于演员，对于编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也是展现他的力挺态度啦。虽然说早前这个甩巴掌事件是重伤了他的形象，但是现在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又再度引发大家的讨论。不过好莱坞这个罢工事件，我感觉还会再烧。而且影响甚广我看。对，其实威尔史密斯他有一部作品，就是这个《绝地战警》的续集啊。本来大家还在担心会不会因为他的这个形象的问题被腰斩，但是后来呢是决定说会继续拍下去。可是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好莱坞罢工的影响，所以最快大家可能也要到明年才会看到他再度出现在大荧幕上面。要是哥，我不是。团火球从天而降，击中一栋大楼，瞬间发出巨大爆炸声，烧得一片火红。目击民众放声尖叫，吓都吓哭了。巨响后，只看见现场冒出了浓浓黑烟。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又派出了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第一时间全数干扰击落。但是这一次受损的可以说是莫斯科信义区的精华地段。Moscow City, a kind of a bit of a financial hub where the wealthy would live in glass high-rise buildings, the most prized areas of Moscow increasingly under assault. 遇袭后第一时间只看到商办内的桌椅全都被炸得东倒西歪，等天亮一看才知道，玻璃帷幕大楼一角炸出一个大黑洞，这似乎也象征乌克兰的报复要击穿俄罗斯的防护网。They intend to do, which is to bring that war closer to Russians, to make them feel like it's not a conflict that's just over there in Ukraine, but a war that is at home. They are trying to show ordinary Russians that this war is coming home. 24小时之内，俄罗斯从首都的金华区到靠近乌克兰的罗斯托夫，都有无人机袭击事件传出。点点星火是否能烧成反攻的燎原大火？乌克兰不承认不否认，但是说 Україна стає міцніше, поступово війна повертається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Росії。泽伦斯基这句话什么意思？专家这样解读。I'd read a little bit more into President Zelensky's comment. When he says a return to Russian territory, he's also talking about the territory they have occupied in Ukraine since 2014 and also since February 22. 包含在乌克兰土地上的俄战区可能都会发生更多零星攻击。而在此时，乌克兰与沙地阿拉伯广邀欧美30国在沙国海港城市吉达举办调停俄乌战争的协商会议。Now, Saudi Arabia is known to be partners at times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o even that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but I would suspect that they are going to look at long-term strategies for what will happen post-war in Ukraine. 这可以算是大致取得西方共识的调停会，俄罗斯没有受邀。Они в атаке,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реализуют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К нам с чего обращаться с прекращением огня? Мы же не можем прекратить огонь, когда на нас наступают. 不止没获邀，普京态度还很强硬。普京的心腹梅德韦杰夫还放话说，要是俄罗斯失去领土，就不排除动用核武。同时间，俄军大秀肌肉。俄罗斯高调庆祝的是海军节，普京还亲自莅临阅兵仪式。Сегодня Россия уверенно реализует масштабные задач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р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аращивает мощь своего флота. Тольк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его состав пополняют 30 кораблей разных классов. 他强调，今年俄罗斯舰队就会多出一批生力军，但是乌克兰也不甘示弱。
派出小船艇入海，乌军远端遥控，小艇一路往大海中心开。这是乌军最新军武——海上的无人船，能够装载300公斤的炸药，并从800公里外发动攻击，锁定的当然就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How effective are the Russian defenses against these drones? Not effective. The equipment they have on their ships is designed to attack other ships. They can't hit such small drones.These are faster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Black Sea. 这样的无人快艇能攻能守，也可以作为侦察之用。重点是看准俄军大炮难打小船。这些乌克兰本土制造的船艇，小又快，能突袭。之前已经成功袭击过克赤大桥。乌克兰在陆海空三路作战都广泛运用无人机，毕竟大反攻长路漫漫，还是要把人员死伤降到最低。 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我们用 Google Translate 来热搜看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我们第一个还是先看到美国，正义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好，美国这个出现的热搜关键字呢是 Why is Twitter X？ 我们知道马斯克把他最爱的 X然后把就是全部推特都换成 X 这个 logo， 对，符号。那这个招牌呢也要变成 X 嘛，所以他就在他们这个推特的旧金山的总部弄了一个好大一个 X。结果这个 X 哦，不只会亮就算了，还会这样一闪一闪的。然后你住在附近的这个民众真的是怨声载道，就有人抱怨说，我的这个房间的窗户哦，就在这个。招牌的旁边而已，就像一闪一闪，我是要怎么睡觉、哦？这样子搞得大家邻居是对这个招牌感到相当的厌恶了。那后来呢，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稽查员哦，有说这个招牌是有违法的嫌疑哦，还说公司的员工是二度拒绝人员到屋顶来检查。但后来这个推特这个 X 招牌呢，放了大概4天左右吧，他自己后来大概。抱怨太多了，就把这个拆下来了。对，但是有其实又是 Twitter 又是马斯克的相关讯息，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不管马斯克做什么事情啦，都还蛮引发争议的、哦。所以等一下也算是人红是非多，但他自己的争议也不少。是的，所以常常就成为了热搜关键字。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话题是他哦 ，Tom Daley， 他就是英国的跳水王子哦。其实他已经休息2年之后，重新回归了跳水项目，而且他要争取的是巴黎2024的奥运会哦。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儿子想看到爸爸在奥运会上出现哦。其实他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面跟他的这个伙伴是合作赢得了10米跳台的双人跳冠军，但很奇怪，他在那之后就没有再参加任何比赛哦，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他可能有计划要结束他的职业生涯，就可能不再当跳水选手。结果呢，最近他跟儿子一起去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奥运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他儿子说了一句话改变他的方向哦，他说，爸爸，我想看你在奥运会上面跳水。所以后来他就想说，哎，要努力工作，给孩子们一个树立榜样哦，所以他决定要重新参加首场比赛，可能为今年的世锦赛选拔赛来进行参与，所以接下来奥运可能还会再看到他。儿子的一番话对老爸的激励多大、哦、所以这个粉丝应该也是蛮期待的。好险他儿子说了这句话，让大家可以再看到他跳水的英姿。对，不过因为他29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所以可能有一点倦、哦、那现在儿子的话完全让他重新站起来，激励他这个人生可能还可以继续再进行下去。没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日本哦，日本很关心的是这个卡努台风的动态哦，那台湾也是相当关心。那预计它其实是在大概8月2号到3号的时候，日本气象厅预估它会扫过北台湾的上方哦，那有可能是在8月5号的时候北转哦，北转就会朝这个日本九州的方向来前进。那这个卡努台风其实目前哦已经在影响日本的这个冲绳县这边了，他们。已
经对超过200,000人发了这个避难的指示，那有大概400多个航班的这个已经受到影响了，那影响的乘客数大约是50,000人哦。那这个卡努台风的话，如果说接触到了这个冲绳本岛之后呢，它的这个移动的速度又会再往下降。现在本来是时速20公里，它如果接触到冲绳的话，可能会变成时速10公里左右。那所以就跟这个杜苏芮有一点像哦，这个接触到以后动作又慢了下来，那影响的这个范围可能又会更广了。对，这个往冲绳移动，这个日本人真的是如临大敌。然后如果要去杜苏芮去中国的时候，影响蛮多的。哦、对，北京很可怕。对，所以大家都非常担心哦。但我们也会带来雨势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下雨的安全。好，我们接着来看南韩。南韩的热搜话题，很多网友应该对他们都蛮知道的。他们是韩国著名的 YouTuber 夫妻哦，他们离婚了。这是韩国知名的游戏直播 YouTuber 叫大图书馆哦，他蛮厉害，拥有153万的粉丝哎，但是他30号透过这个直播宣布说他跟他的妻子离婚了。那他妻子也蛮厉害的，在 YT 上面也有65万的订阅哦，他们达成了双方的同意协议离婚，在2015年的时候结婚，那在2023年离婚哦，8年的时间哦。好，那他们说2个月前大概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决定成为好朋友之下一起生活。说其实他们希望专注在工作上面，作为家人生活时会产生一些冲突。那他的妻子其实有现身在直播当中，他们说彼此都有困难的时期，那认为双方决定离婚之后，反而会变得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这种叫做相爱容易相处难，朋友比情人好做。但他们也算是好聚好散了。对啊，应该想说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互相的这个吧，就是交集。但是可能又不能成为就是亲密爱人的时候，就必须做出这样的抉择。所以韩国网友很关心这一个讯息，成为了热搜。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哦，香港的热搜关键字是布氏鲸哦，它是一种鲸鱼的品种。那主要是其实在这个七月中的时候，有一只这个布氏鲸，它是出现在香港西贡的海面哦。那有很多的市民就说：“哎呦，难得看到鲸鱼，所以就可能有搭船出海来看这个鲸鱼哦。”那后来有被发现说，它的身上哦疑似有被这个螺旋桨打伤的痕迹，所以它大家很关注，这个布氏鲸的这个健康的情形。那后来在31号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布氏鲸呢，它的这个侧身整个翻过去，肚子哦翻到海面上面来，而且在海面上一动也不动，就发现它其实已经死亡了。那后来现在这个布氏鲸它已经被打捞到岸上来进行解剖，有发现说它的这个鲸鱼的背部接近尾鳍的地方是有出现皮开肉绽的情形，而且是这个有一点腐烂的状况。那不知道是不是跟人去观赏鲸鱼有关，还是说它是自然的因素导致它死亡，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解剖才知道了。好，不过香港就是很关心这个话题，生态是生态的问题。对，好，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就是有点政治话题，因为最近快要选举嘛，所以那个气氛越吵越嗨。是，好，那在台湾的热搜话题就是这个 Vote Why Vote Right 民众党。好，他们的这个英文的官网上面写的这个哦，这个中文看起来是还好啦，就是你投白就是对的选择，这种类似的叫直翻的话。对，但是呢在外国人眼里看起来，哇哦，超级的白人种族至上的意思，红线踩得踩在上面了。对，但因为我觉得在亚洲地区我们不是白人国家，没有那么敏感，所以没有这么敏感。但是你要选总统，当然这种东西就会被放大检视。然后第一个被这个拉出来知道这件事情是网红白灵果嘛，他们就有发现说你们确定要这样写吗？结果呢，这个还有一个党内的就是赖香伶哦，他就在底下 take 川普留言，然后就说还用英文留啦，他说川普很抱歉在这则留言标示你，但有些民进党侧翼说你不敢这么讲，我怀疑那不是真的，谢谢你。我觉得这个
翻得有点怪，对，反正就是提油救火，结果这件事就引爆轩然大波。那我有看到最新柯文哲的回应是说，其实给台湾人看是没问题，但外国人看就有问题哦。所以他说这就是文化差异，以后要找英文母语人士来审查一下。确实啦，真的是闹了一个很大的风波。所以现在，因为我们台湾算是跟国际接轨的蛮频繁的，所以这种英文的笑话真的会让大家很头大。而且就像一文所讲的，台湾的几乎每一届的总统候选人都会跟美方那边见面有交流。那现在闹出这个要去面试呢？对，是要进行这个动作。那现在闹出这个的话，真的是要赶快来澄清的哦。对，所以马上下架了。所以台湾也很关注哦。确实，年轻人可能网友热搜的关键字就会出现。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新加坡他们关心的是这个足球的新闻哦，是这个英超的曼联呢对上德甲的多蒙特哦。那他们在美国是有进行这个友谊热身赛哦，但是曼联哦在这一次的美国之旅哦，其实踢的不是很好，因为他对这个多蒙特他是2-3哦输球了，而且他在美国踢了4场。只赢了1场哦，所以这个其他3场都输掉，就表现没有很好。那其实他对上多蒙特的这一场，他上半场的表现是还 OK 的，有踢进一球，但是呢，没想到在比赛30分钟之后呢，整个赛局哦是往这个多蒙特的方向来这个转到那边去了，而且曼联在这场的这个后防呢是连环送礼给对手哦，然后就有这个糟糕的防守失误，让最后变成是多蒙特以3-2击败了曼联，这个是新加坡的热搜。蓝色小鸟眨眼一变，成为一个大大的 X。推特老板马斯克宣布，即日起推特改名为 X。Adding that quote, "It should have been done a long time ago." Since he bought Twitter in October.The company has changed its business name to X Corp. It reflects the billionaire's vision to create a super app like China's WeChat. 马斯克希望让推特改头换面，成为结合资讯娱乐和金融服务的超级平台。但在吸引用户大赚一笔前，专家普遍都批评马斯克根本自毁前程。I actually think that this is less about reinventing Twitter and more about building a brand around Elon Musk's current.Empire, which is, for example, SpaceX, where the X brand really does connect a little bit more closely. 分析师表示，马斯克此举毁掉推特花了超过15年建立的品牌价值，损失高达相当1257亿台币。不少用户也说，这个 X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I think I like the bluebird. I hope it's not an X because it'll kind of look a little more like an adult app.I myself am going to hop onto Twitter. You know, it's going to take a time to be like, I'm hopping on X. 最不舍的莫过于小蓝鸟标志的发明者。I am sad for Jack. It was meant to communicate simplicity, brevity, and clarity. 旧金山推特总部正拆除招牌，不少推特用户也在平台发起再见推特的标签，表达不满。TVBS 新闻综合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我们用 Google Trends 的热搜搜寻引擎带来搜寻看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我们第一个还是先看到美国，真议要帮大家来分析。好，美国的热搜关键字呢是一名男演员的名字哦，叫做 Angus Cloud。那他是谁呢？他是这个 HBO 蛮热门的影集哦，《高校18禁》里面的男星克劳德。那他在美国时间31号是传出他过世的消息，他只有25岁。那他的家人呢是有发表声明哦，讲说他是心理健康是有一些的问题，所以而且他最近刚好他的父亲也过世，那。可能是因为父亲过世的关系让他深受打击哦，而且他之前就有讲说他的父亲是他最好的朋友。那同时这一份声明也讲到说，希望这个克劳德的过世其实可以提醒大家说，不应该独自默默的来对抗心理健康的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个高校十八禁其实算是 HBO 以这个现在目前来讲收视率蛮夯的一个影集之一哦，剧中是描述这个美国当代青少年遇到的很多的问题所引发的争议。那他们的剧组之后知道这件消息之后呢，也在社群平台表示哀悼，这个是美国的热搜。所以等于他自己演了他人生可能遇到的问题，也对对对，然后没有走到这个完美的
没有办法出来，跳过他的心理的障碍。对对对，好，我们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话题是艾纳斯哦，这个艾纳斯俱乐部就是 C 罗，他后来不是转战沙烏地阿拉伯吗？就是到了艾纳斯俱乐部。好，那葡萄牙足球巨星后来转战了嘛？8月1号，他在阿拉伯俱乐部的冠军杯小组赛上面对上的是莫纳斯提尔哦，那 C 罗下半场的第74分钟是以招牌头锤破网得分，所以最终球队是以4-1击败对手。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哇， C 罗是有够厉害，那这也是 C 罗，就那颗头锤是 C 罗生涯的第143颗头锤进球之外，也是史上最多颗头锤进球数的球员。那 C 罗也写下了连续22球季都有进球的记录。好，那沙国联赛是在8月15号展开新的赛季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C 罗的艾纳斯俱乐部会对上谁啊，跟谁这样都是非常关注，这成为了英国的热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哦，日本的热搜关键字是芭比跟原爆哦。最近如果这个有在看电影的就知道最红的两部片，一部就是芭比跟奥本海默。对，那所以网络上面你们发现很多的迷因，就是说这个芭比海默。对，就是把它这两个 mix 在一起。对，比如说这个，这好像是同一天上映的样子，是不是？就差不多时间。哦，对，所以反正你进戏院一定是先看到这两张海报啊。那这个名音就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就是比如说这个奥本海默，他就是在那种原爆的这个场景里面，哎，他扛着芭比啊，等等，这种名音就很多很多。然后结果呢，没有想到美国的这个芭比推特的官方账号，他就在这些名音下面有留言哦，比如说他就是留说啊，这就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夏天哦，然后还附上一些表情符号等等。结果没有想到日本网友看到了，他觉得这实在是太夸张了，怎么可以拿这个历史的悲剧来开玩笑？因为我们知道奥本海默这部片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原子弹怎么样被发明嘛，那就是炸了这个长崎广岛，所以日本人其实对这个蛮敏感的。结果芭比的官方账号拿这个对日本来讲，就是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开玩笑？所以说日本网友甚至在这个推特上面还弄了一个标签哦，叫做 No Barbenheimer 来这个抵制这一部片哦，说抵制芭比，说绝对不会去进场看这部片。那后来日本的芭比官方的账号赶快来发道歉声明哦，就说这个迷因创作其实是粉丝的制作啊，并不是官方的立场。那对于他们的留言哦，是说他们赶快来道歉，说他们的思虑不周，对此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是日本芭比出来道歉了，对不对？但是其实留言的这方是美国这边的嘛，其实美国这边并没有道歉哦，他只是把这个留言给删除了，因此有很多的日本网友对这个是不买单的哦，他就说还是要继续放话来抵制芭比。我觉得芭比在日本有一点点好像被扫到台风尾了。对，不过芭比之前在越南不是吗？也是那个线的问题，九段线啊，这个是蛮敏感的事情。哇，真的只要扯上政治，很多事情就会放大处理。没错，啊，小心小心。好，接着我们来看南韩，南韩的热搜话题就是台风啦，就是因为第6号的台风卡努，它应该是会往韩国方向移动吧，所以也是让韩国如临大敌。好，那因为它朝鲜半岛跟日本也都会是侵袭的路线哦，所以它现在的时速又开始降低了，所以路线哦，我看各个国家预测都好乱哦，而且好像有人还说它会这样，就有点像是杜苏芮，就会稍微有点停留，徘徊。对，因为太难预测了，所以现在还是在掌握当中哦。那最快可能到5号。3号5号可能最晚到5号才能确定大概的路线哦。那现在它可能还会再更低速度哦，有可能到5公里，5公里就大概是一个成人步行的速度啊，那真是走得非常慢哦。好，所以也因为它的变动性很大哦，所以日本跟韩国都非常的关注。那我们知道韩国之前不是有暴雨嘛，对，那时候算他们的梅雨季吧，是，对。那现在因为这个又有这个台风，对，那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确实也会造成他们有一些就是暴雨的情况，所以他们持续的关注。尹锡悦不在那个吧，国外吗？
我记得在他们国内，对对对，那应该还要好好一点点，好好的监督，不可以再乱跑了，要马上到灾防中心，不然又要被骂。真的要小心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哦，香港这边热搜的关键字是火箭军哦，是中共的一个军种。那最近这个火箭军会登上热搜，是因为他们其实前阵子就是有这个疑似涉贪啊等等事情哦，被调查贪腐泄密等等，所以说他们有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员李玉超，还有副司令员刘广斌，还有这个现任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哦，他们三个人其实都因为涉及贪腐，三月的时候呢就被调查，然后带走了。那这个火箭军呢，他们是在7月31号的时候宣布一个人事异动，他们把这个海军的官员跟空军的官员把他调任哦，把他拿去接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员跟政委。那这个行动其实被外媒就来解读说，其实习近平对于整个火箭军的体系是相当的不信任哦，所以才会找了海军跟这个陆军的这个海军跟空军的官员去接火箭军，就是他不是原本熟悉火箭军的人，所以他看得出来是安插自己信任的人。对，因为他对火箭军已经我觉得你们里面就是有鬼哦，这不是我的人，这个是外媒这边的分析啦。那因为火箭军其实算是中共解放军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军种哦，也是算是说中国跟美国要长期争这个互相竞争蛮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这一次火箭军涉及这个贪腐泄密，真的是大大的触怒了习近平哦。那而且习近平就是在最近的几次的活动，在这个军队的场合，他都不断的强调军队反贪腐这件事情啊，然后要说这个正风肃纪反腐等等之类的，所以因此就有分析说，这个习近平哦，在这个火箭军反腐的这个目的是，就是要让火箭军听他的指挥哦。不好好打仗的话，他就会找他们的麻烦哦。所以算是这个之前是这个秦刚嘛啊，好像因为跟这个女间谍女主播有这个丑闻，有性丑闻，所以被拉下来。现在换成火箭军哦，蛮引人注目的，所以登上了香港的热搜。哦，不过我们知道习近平常常是用贪腐来打疫疾哦，所以 maybe。他们可能觉得他要洗牌，他要有自己的习家军，这也是不无可能。是的。好，我们来看台湾啊，台湾的热搜话题就跟环境比较有关啊，叫 PLA 哦。PLA 是什么呢？其实它就叫做生物可分解塑胶。其实蛮多的免洗餐具都是用 PLA。那我们听到这个生物可分解，感觉还蛮环保的、啊对不对？对啊。对啊，它确实哦，它是用这个植物淀粉，像是玉米、马铃薯等碳水化合物作为原料发酵制成，那它在适当的湿度、环境、温度之下，其实可以被微生物有效的代谢分解。哎，北派啊，干嘛？对不对？听起来是 OK 的、OK 的，但是现在北市府哦是完全禁止哦，8月1号全国扩大禁用生物可分解塑胶，就是 PLA 的免洗餐具，还包含了八大场所，所以以后大家很多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免洗餐具了。好，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它在一般的海洋或者是土壤环境很难分解，然后呢，它又没有办法有相对应的堆肥处理设施、是没有办法处理的，然后它又跟一般的塑胶很相似，所以也很难区分。所以分类上困难之下、最后就是通通都丢到焚化炉去烧，感觉根本没有做到环保回收的。对，就算它可能这个原料是比较环保的，不是真的用塑胶的这个原料制成，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再循环利用嘛、所以现在就是禁用，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像之前这个吸管哦事情不是也开始吗？对，就是常常会没有带吸管，你要怎么喝就很麻烦，所以真的要特别留意这个新的环保规定。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热搜的关键字是缅甸哦。我们知道缅甸军政府呢，它其实在7月底有宣布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本来是有紧急状态嘛，那它现在又把它继续再延长哦。这个一延长呢，它其实就让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做，就是说8月原本他们承诺大选，对大选，它就是。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故意在挡选举啊，所以把这个
原本的紧急状态再延长哦。那这个，但是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的隔一天，八月一号，他就突然说，我要来特赦前领导人翁山苏姬哦。那一开始一讲到特赦的时候，想说哇，那这样是不是翁山苏姬可以出狱了？结果发现，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样的简单哦。因为这个翁山苏姬呢，他是有被控19项的罪名，但是只有5项获得了特赦。那翁山苏姬之前是被判了33年的徒刑，如果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其实他的刑期只是被减少了6年而已，所以就被批评说，感觉这个缅甸军政府哦，这个特赦翁山苏姬应该只是做表面功夫啊，他还是要把人民的这个自由要控制在军政府的权力底下。好，我们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国际话题。我们用 Google Trends 的搜寻引擎带你来看看各地网友讨论什么。我们第一个还是先看到美国，那正义帮大家分析热搜关键字。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哦，是一个葛莱美奖的歌手的名字，叫做 Lizzo。台湾有人把它翻译成叫丽珠啦，就是比较乡土味一点哦。那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 Lizzo， 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它是一个比较算是大尺寸女孩的歌手嘛，但是她唱跳非常厉害。那她给人家的形象都是说，她强调说，哎，这个比较胖一点点没有关系，就是你还是。就是不是说瘦才是美，就是灵活的大尺寸女孩。对，就是其实丰腴也有丰腴的美，而不是说一定要瘦的这样，像纸片人那样子。她打破很多大家对于美的一些传统的印象，然后她又是很会唱歌，很会跳舞，大家就觉得说是一个算是带给大家新的这种感官的一个歌手。没有想到他现在人设翻车哦，怎么回事呢？就是有3名曾经是当他的舞者的这个在他的舞团工作的人呢，出来控告他说哦，他这个营造出来的工作环境非常的不好，而且是对他们是有性骚，然后甚至说攻击、霸凌，攻击什么？攻击他们的体重哦。这个他们提出来的指控呢，就是说，比如说他们会去很多地方巡演嘛，那可能到了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他们就是有到夜店，结果说他就逼那些舞者要去触碰那些没有穿衣服的舞，在这个夜店里面跳舞的人，那些舞者可能觉得说我不想要这么做啊，你为什么要逼我？还被他骂哦，那甚至还会就是说折磨舞者，不让他们上厕所。结果有些人就是害怕说会错过试镜，结果最后竟然就是憋尿憋到尿失禁。然后还有人是说他的这个可能吃的比较多一点点哦，结果竟然被这个 Lizzo 攻击他的体重。但是现在 Lizzo 并没有对于这个前舞者的指控有做出一些回应哦。但是很多的网友就说，哎，你自己做的事情哦，跟你的人设是完全相反的，没有想到私下竟然人品会是这样，很多的网友非常的惊讶哦，这个登上了美国的热搜。好，如果这个指控是真的，他就是真的很不 OK， 因为他就是不希望人家这样说他，当然这样说人家，对不对？这种就是有点怪怪。好，我们再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关键字就是全球都很知道这个话题人物川普哦。好，川普最近怎么了呢？好，他不是都一直有被起诉嘛？他就是因为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在2号的时候也有遭到起诉，这是4个月来第3度遭到刑事起诉哦，可能前所未见，他也算是第一个就是被司法起诉的美国前总统。好，但是这起诉让他越来越红，他不是现在想要选2024吗？要甄选这个党内共和党内的这个总统提名嘛？是。结果呢，越起诉他的民调越夯呢。所以他现在哇，还赢了这个佛州的这个州长迪尚特，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迪尚特、大概30个百分点。那他第一嘛，那迪尚特第二，这个差距好大哦。然后大家就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另外一种选举的战略啦，因为他们可能会用这个来当作说他是被司法体系迫害的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也常常在就是他的自己的竞选的这个场子里面一直强调 witch hunt witch hunt， 就是说人家女巫猎杀他等等，然后这个刚好他被起诉又可以被他拿来大做文章。对，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点哦。他因为封口案遭刑事起诉前不久，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是 44% 哦，那比支持
持率为29%的迪尚特高出15%。那他三月首度被起诉之后，他的支持率又上升了5%到49%。那迪尚特还下滑到了23%哦，所以这个距离就越拉越开。那纽约时报说，7月31号有跟西恩纳学院合作了首份这个2024年大选的民调，数据显示，这个川普在共和党初选的支持度高达54%，又更高哦，超过50耶。对啊，所以就几乎等于共和党一半的人都蛮支持他，但我不知道他们做的是有没有纳其他党员，因为有可能是全民调。或者是党内的初选民调，那如果全民调有可能拜登那边也会灌水，也不一定，因为有人也觉得说，哎，如果川普有被刑事起诉，他要赢得的几率也不高，所以这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战略上了。不过因为跟台湾同样都是2024要总统大选哦，所以看来川普跟拜登一战在所难免，真的再次哦，很厉害，太精彩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日本哦，日本的热搜关键字叫做故乡纳税。什么叫做故乡纳税呢？就是说日本民众你可以捐款给这个地方的自治政府哦。那如果确定申报以后，你捐款的部分额度是可以折抵你的税的，可以折抵所得税跟住民税，那这种捐款就被称为叫做故乡纳税。那日本最近有发了一个这个统计数据哦，他讲说去年的这个故乡纳税的总金额呢是高达了9654亿日元哦，大约是新台币2100亿左右，算是创了连三年创新高哦。那就来分析原因啊，原因是因为各个地方政府都会准备一些特殊的回礼给这些捐款的民众哦。那这个北海道的文别市呢，哦，回礼也是看了令人流口水啊，就是有这个螃蟹哦，鲑鱼卵还有奶油。那另外北海道的根室市，他们的回礼是扇贝螃蟹，也是就是拿出自家最引以为傲的这个，不管是渔获还是农产品来，或是这个畜牧产品，给这个捐款的这个日本人哦。那这个故乡那个纳税捐款制度其实是从2008年开始的，因为是说这个日本的都会区跟地方间有这个税收不太平衡、不均衡的情况，那因此要透过这个制度来鼓励民众捐款。那这些地方政府哎，也蛮会想一些吸引人的这个促销手法来吸引民众捐款，所以这个登上了日本的热搜。好，我们看完日本之后，我们接下来看南韩。南韩的热搜关键字跟他们国家的一位棒球选手有关，他是在 MLB 蓝鸟效力哦，先发投手柳贤镇。好，为什么成为热搜呢？因为他是睽违了1年2个月的休养之后，就再回到球场。然后他在之前去年6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在职业的赛场上面出战哦。那他在前一次出战是跟白袜，但是当时的状况无关胜败，但是他后来就有点受伤，然后就去动手术了。那所以1年2个月之后，终于再看到他回归首战，对上的是美东龙头精英哦。但他前四局都被守卫的打者敲安，6局投球有5个半局都被守卫打者敲安，那最终只投了5局，挨9安，失4分退场。那蓝鸟这一场真的是被精英打爆，3-13输球，所以柳贤镇也吞下了复出的首败哦。所以这是南韩很关心，就像我们关心张玉成嘛。他守着他的那个休养之后回来，我们就很关心他的出战啊什么，他们同样也是类似的概念，所以成为了南韩的热搜。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香港哦，香港的关心的是 WhatsApp 的新功能哦，这个因为台湾比较常用 LINE， 那香港这边是比较常用的是 WhatsApp， 那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哦，他不要把人加入到群组里面参与对话的话，在 WhatsApp 里面，旧版的 WhatsApp 它比较麻烦，就是你还要什么先进入群组以后点那个名称，然后进入群组资讯，怎么点击成员列表上方的这个添加成员，你才可以把朋友加到群组里面开始对话。那现在新版的 WhatsApp 就是有推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啦，所以这个蛮多的可能用这个 WhatsApp 来当做工作群组的香港人蛮关心的，因此登上了香港的热搜。好，我们再来看台湾的热搜话题是美债，因为美国突然被国际信评机构
惠誉哦，剥夺了最高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降到 AA Plus。那预期未来三年财政恶化，惠誉说美国政府的财务居高不下，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削弱，是他们被下修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因素哦。那日台股也相关的美债 ETF 也齐声下跌。好，但是因为这个下降之后，对于美国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其实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还是强调说，这个信用平等仍然是世界上他说他们自己啊还是非常卓越的安全流动资产，而且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强劲的，所以他对于惠誉所做出的武断，而且基于过时数据，他表达了强烈的不认同。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毕竟是国际信评机构嘛，所以有些投资人还是有一点冲击，会怕啦，所以这有造成一些效应，所以成为了台湾的热搜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新加坡，同样是跟财经有关的，他们关心的呢是这个超微半导体 AMD 的股价哦。那 AMD 他们是公布了他们第二季度的财报，是超越了华尔街市场的预期，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 AI 晶片销售有增长哦。那 AMD 的股票呢在1号的盘后交易呢是有上升哦。我们来看一下，其实 AMD 呢它达成了每股调整收益$58哦，那销售额是达到了$53.6亿，那是比分析师预期的好，分析师当时是预期说每股盈利是$57，那销售额是$53.2亿。那这个 AMD 的 CEO 苏姿峰呢，他后来有在新闻稿里面表示说，因为这个季度哦 AI 的这个业务哦让他们这个业务增加了7倍左右，而且他很多的客户对于说运用在 AI 的这个 Instinct 加速器呢是可以蛮支持的，所以他预估啊到这个2027年的时候， AMD 的 AI 加速器在市场会达到超过$1500亿。所以AI 虽然说最近在台股好像造成了有些人、有一些震荡啦，但是好像这个像林白宇他就说、他不会怕这样子、所以好就看投资人要怎么样去选择了。这个是新加坡的热搜，我觉得比较像是投资人谁心脏比较大颗，可以因为感觉它还是会涨，只是可能会有一些起伏、那大家就是心要抓得紧一点，不要怕营销飞车就是这样嘛。The U.S. has been among the safest credit risks in the world. 长期是信用平等模范生的美国，这回却突然遭降评。After a surprise U.S. debt downgrade by the ratings agency Fitch, Fitch cutting America's AAA long-term debt rating to AA plus. 美国信评被降等，反映出对美国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股市周三倒一片，美股三大指数开低走低，道琼跌幅0.98%，S&P 500指数跌幅1.38%。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重跌了2.17%，创下二月以来最差表现。另外，亚洲股市也受到牵连，日经指数周四下跌548点，另外韩股 KOSPI 指数也小幅下挫0.42%。显然，全球市场情绪都遭受冲击，而台湾刚好碰上台风假，不少股民开玩笑的说，还好可以躲过股灾。Fitch's decision is puzzling in light of the economic strength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Fitch's decision, and I believe it is entirely unwarranted.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抗议，认为惠誉的决定是使用过时数据，但专家认为降评对美国整体经济没有太大影响。I would anticipate that after some short-term disruption to this, there shouldn't be too much.prolonged reaction to just the changing of the rating. 全球普遍也认为美国抑制通膨有成效， Fed 升息循环到尾声，但来到南美古巴街头，古巴的 ATM 却挤满了领钱民众，因为当地披索价值创新低，跌到一年前的一半，通膨率高达45%，显示经济问题依旧相当严峻。 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接着我们用 Google Trends 带你来热搜，看看各地网友都讨论什么话题。我们还是先看到美国，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什么呢？珍怡，好，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一个美国法官的名字哦，叫做 Tanya Chutkan。
他是谁呢？他是跟川普案子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一个法官。我们知道川普最新的动态就是他跑去这个联邦法院说我都不认罪，很蛮不意外的，对，不意外，又说大家都迫害他，这个也是不意外的风格。那这个法官的名字为什么会跳上热搜呢？主要是这个他也是负责审理，就是这个川普图谋推翻2020大选结果的这个一名法官之一那他是前总统奥巴马所任命的联邦法官。那他出生在牙买加那他跟华盛顿的其他联邦法官相同，审理过很多起案子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呢，这个2021的时候，这个国会大厦动乱的刑事案件那这个刑事案件的话，其实他在这场的听审会上面，其实他对于这些参加暴动的这些人其实是蛮不客气的，他就说你根本就是在煽动叛乱然后对民主是一种践踏。那曾经呢，他曾经宣判过38名这个国会暴动的相关的被告呢，有的呢是被判10天，这还算是短的长的呢是被关了5年那所以说他要来审理川普的案子，大家就在推测说他应该也是不手软对，那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旅外作家方舟子，他就在开始推测说，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这个川普可能会被判到50年这么久。如果说真的，这些罪通通这样加起来的话，但是我觉得川普这人实在是太有趣了。他最近在他的这个，他要希望人家来募款嘛，他在他的募款信上面下的这个标题非常的耸动，他就说大家赶快募款给我，我要被这个国家判刑500多年了，就是好像我看500多这个字，对，就是跟这个50是差了一位数所以说川普在于这个煽动他的群众来这个募款给他这方面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对，不然他怎么当美国总统呢？然后现在又可能再回来选，然后真的是蛮话题的一个人物。好，我们再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关键字是迈阿密国际对上奥兰多城但其实这个是队伍的名字，但重点在一个人。谁刚去迈阿密国际呢？我们的我大梅西，我大梅西，对，就是阿根廷巨星他已经到了迈阿密国际嘛。那在美国2号时间在北美联赛杯32强对上了就是奥兰多城。那梅西依旧是先发上场在开赛第7分钟就钻进禁区用胸口停住了这个队友泰勒的传球，在门前起脚劲射入网，帮球队先取得点。好，双方非常激烈的在进行比赛。那后续梅西又继续发威他最终场迈阿密国际到底有没有胜利呢？当然是大胜嘛，3-1大胜奥兰多城，闯进了北美联赛杯的16强。所以梅西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臣，所以大家就觉得哇，真的是加盟迈阿密国际之后屡屡有贡献啊。而且上一场先发对阵的亚特兰大联也是梅开二度，外加一次助攻，帮球队4-0大胜，真的是不一样有梅西，真的这个对我感觉好像就活了起来。对啊，而且他们就是现在不是芭比旋风很多都穿粉红色吗？像他现在因为这个对，也是粉红色，他也带起这个佛罗里达一股粉红旋风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本关心的是这个丰田推出的新车的消息是 Toyota 的新的越野车叫做Land Cruiser 250那它原本是这个算是一个大改款原本是一个7人座的越野休旅，叫做 Land Cruiser Prado， 那后来呢改名了，就是变成 Land Cruiser 250。它其实外表是走一个蛮粗犷路线它这个线条是方方的，对，方方正正的，不像之前的我们近期看到车子比较多流线，对，它是走一种这种比较粗犷的感觉，所以它强调的是它的性能，这个越野的性能非常的强大那这个他就讲说，丰田就讲说，其实 Land Cruiser 本质就是要回归到越野车，不要说一直都在顺应市场潮流朝这个豪华、奢华等等去靠拢。但是它虽然说走这个越野风，但它其实里面的这个配备其实也是蛮智能的因此蛮多的这个关注丰田新车的网友都在看那
这个应该会是在北美、日本还有欧洲上市，但是台湾的总代理和泰汽车它回答是比较保守啦，并没有正面回答说台湾是不是会引进哦，所以台湾关注这款车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再等等咯。好，我们接着看南韩。南韩的热搜话题果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的，就是居俗哦。那居俗不就是什么噔噔噔噔开花舞啊？ Flower, 对对 ，flower 很夯哦。是，不然就是很多人可能原本也没有那么熟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知道韩国女团。追韩团。对对对，但是他最近哦又上了这个媒体版面，不过真的是恭喜他啊、哦，这个爱心要给他，因为是哇他认爱了耶，而且算是蛮难得，因为 Blackpink 是一个韩国女团嘛，对，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女团会认爱，哎，确实值得大家来想一想为什么。好，她的这个另外一半谁呢？就是叫做演员安普贤哦。不过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算是真正成为男女朋友，好像也是有点保留啊，只是说有在约会哦。好，那因为居俗28岁嘛，那安普贤哦比他大7岁、嗯，那两个人低调约会了一段时间哦。那因为居俗在韩国时间很有限，他之前不是来巡回，对，来开演唱会，所以安普贤哦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居所的状况来安排一些时间哦，所以算是蛮贴心的。啊，安普贤原本在出道前是一名拳击选手，代表釜山赢过全国大赛的金牌，但因为后来受伤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拳击圈哦。不过后来就有演一些以吾之名啊或是太阳的后裔，他甚至还说他暗恋过宋慧乔，这话还是现在不要讲好了。然后呢，梨泰院里头他也有饰演反派哦，所以大家觉得哎，他的演技蛮 OK 的哦。曾经他也讲说他喜欢的是孝顺而且会做菜的女生哦。那因为居俗后来也有演戏嘛，所以应该是蛮有话题可以聊的。那这也是 BLACKPINK中首位公开承认恋情的成员，因为之前像 Jennie 不是也被爆出跟 BTS 的 V 有传交往、嗯、对不对，然后都被拍到了但是也不承认。那为什么这个承认呢，也是蛮特别的，是不是就是真的觉得哎蛮稳定了，看看会不会成为下一对这个孙艺珍跟玄彬哦？对啊，希望走向红毯的那一端，就是粉红泡泡现在在这个南韩的娱乐圈慢慢的发酵中。没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香港哦，香港的热搜关键字是应用哦，那我就来关心一下为什么会有出现应用呢？其实香港有蛮多这种海外的移工，那全香港大概超过34万的这个外佣当中呢，其实有40%是来自印尼哦，那另外好像接近60%吧，大概是菲律宾，所以印尼算是第二高的族群。那其实印尼政府从去年开始就推出一个叫做应佣零收费的一个政策，它要求海外的雇主呢，如果你要新聘这个应佣的时候呢，你需要去承包他的这个应佣申请来香港的一些行政费用啊，一些开支等等，它这个通通包起来，这个费用叫做招聘费哦。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新措施下来的话，你雇主等于要多花5000港币左右这个招聘费才能来请到这个应佣。那这个香港的一些雇主其实就对于这个新规定觉得很，就是觉得加太多了吧，5000港币大概是台币2万左右、嗯、对，因为香港的雇主他现在要负责就是外佣这个两次的健检费用，然后在这个香港还有印尼的保险、来回机票还有前往这个机场的交通费等等哦。那所以说在这个零收费的政策下，哎，我又要再多花一笔钱，所以这样加上去，你如果在香港要请一名应佣来家里帮忙的话，你大概要花2万港币左右，所以大概是8万台币左右这样子。哦，蛮贵的。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蛮多的香港的雇主就是觉得说这样子对他们当地的雇主蛮不公平的、哦、他呼吁说香港政府应该要跟印尼当局协商，因为其实台湾也是有蛮多的印尼籍的移工嘛，那大家想说那这个收费零收费这个政策在台湾有没有去实行呢？其实是差一点要实行的、哦、本来在台湾好像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要生效，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引发一些就是不满嘛，那后来台湾的劳动部跟印尼来进行磋商、嗯、对，那后来是有来提升这些家庭移工的薪水以后呢，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没有
就没有再加到台湾的雇主身上了。所以现在香港的这个雇主是希望说港府也赶快来跟印尼这边做协商，看能不能够把这个费用给免掉。这个是香港的热搜。好，我们再来看台湾。台湾热搜，我可以看到淹水哦，以为是北台湾吗？不，因为我们为什么讲北台湾？因为这个台风卡努是擦边球绕过北台湾嘛？这是在哪里？在高雄旗津哎，旗津为什么在二号这天会有淹水的情况？主要就是因为遇上了年度大潮，还有超级蓝月的影响哦，所以海水倒灌是更加严重，出现了一个旗津哦晴天也淹水的状况哦。那观光景区旗津渡轮啊，还有这个旗津老街、旗津公有市场等都是水淹一片哦。那到三号已经连续淹水了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哦。那有这个当地的里长说，哎，今年的海水倒灌好像比前两年的状况还要再更严重。那现在因为卡努已经渐渐离开台湾，但是中南部这边的雨势哦还是持续越来越大，尤其像仁爱乡，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哦，真的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加坡。哇，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是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哦，有这个全球最帅总理之称。那大家被他跟他太太要分居的新闻给吓一跳哦。那他是在 IG 上面公布说两个人决定分居嘛，那大家就想说，哎，这个好像有点似曾相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杜鲁道的老爸，他也曾经当过加拿大的总理，但是他也在1977年，也是 当他在担任总理的期间，也跟太太分居了。那加拿大的这个媒体是说，杜鲁道可能会在近期再除了透过文字之外，可能会再多谈谈这一件事情哦。那其实这个杜鲁道是在2015年的时候当总理哦，那时候他才43岁，而且他的太太呢，那时候还被《纽约邮报》称为是世界上最性感的第一夫人哦，而且他们两个就是有三个小朋友嘛，感情外界看起来都觉得，哎，感情是很好的，但其实从一些这个他们受访的这个讯号是不是里面的这个透露的对句子，好像就会发现说，其实婚姻维系真的是有点不太容易哦。就像杜鲁道，他曾经就在2014年的自传中，他就提到说，其实婚姻是有挑战的，也坦诚婚姻并不完美。然后呢，在2022年的结婚纪念日上呢，他的太太苏菲哦也曾经说过，他们度过了一些阳光明媚的日子，但也同样经历过沉重的风暴。那这个大家后来就翻出来说啊，他们以前其实在两人还蛮甜蜜的时候呢，杜鲁道还曾经很浪漫的跟他讲说，他31岁了，已经等待他31年了，感觉就是好像两个人此生就是为了彼此而存在。没错，就是这么的精确。但是相爱容易相处难，对啊，还是回到这句话，我们好像很常就是在那边警示大家，因为真的爱情跟生活面包还是有一些间隔跟差距的。对，所以这个因为太多起这个名人的这个婚姻的新闻了，所以这是最新的一起，这个是蛮多新加坡的网友关心的。